据媒体报道，28岁韩国男星金宇彬今年5月因罹患鼻咽癌暂停所有演艺工作。今年7月，公司宣布金宇彬治疗第一阶段结束，体重虽掉了10公斤，但状况还不错。11月9日，男星洪宗玄受访时又带来关于金宇彬的好消息，指他目前状况好转很多，应该很快就能康复。自己为了不打扰他，也常会为他祈祷。两人有通上电话，金宇彬说自己目前状况很好，身体有好转。洪宗玄得知后很欣慰，也没再密集联系对方，只能默默隔空替他加油与祈祷，盼好友早日康复。